晚上好，来得很快哦，你不是第一名，感觉妆都化了，早知道应该早点播。你不是，我没回中心，中心不是断电了吗？那你正，不是。3岁在你前面吃过了，今天就是因为贪吃吃了点儿，所以就有点晚。什么？我是爱吃兔，或者狮子，狮子有什么？称呼啊，谢谢秋天的奶茶。对，有点头疼。刚刚在上面蹲了一会儿，然后有点头疼。怎么就是哥哥了？不过我觉得今天就是我用封面这张特别像 MV 里面的镜头的截图，有木有？狮子大开口，是，对，这个不错。没有，他们在给我起贪吃鬼的称号。哪个男主？目前我还没见过。嗨，晚上好，还没有见过哪个男主是留了单马尾的。感觉现在头发已经不好，谢谢双马尾可以露耳朵的塞大尾暖瓶头出的9票，祝你心想事成。晚上好，感觉我应该先去补个妆，拉个头发，然后再过来呢。是不是？祝你腿紧，天天说我又不是没有双马尾过，你是说总选握手会？我们总选握手会有几天？这样就很好看，真的吗？我觉得还是差点儿。2天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我们下次，对呀，想要一直都那么漂亮。不过今天那个不知道是光线还是哥哥的相机还是哥哥的水平的原因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？如果我今天拍的东西，然后今天就发了的话，就说明。原图非常不错，并且能够，就是如果它超过了9张的话，就说明绰绰有余；如果它刚好9张的话，说明有很有可能是我努力去凑的。所以今天还蛮不错的，拍的。最近皮肤状态不是很好。帅吗？不是，只有那一张，那个动作我只拍了一次。就这个动作，我只拍了一次。不过这个头发可能总选前真的要把它染深一些了。我不在中心啊。对，说明不用怎么修，最主要是，对，接发的那个接口。对，我可能要用多一点棕色的。也没有点名，就是直接，就是路过我的时候说的。我以前不扎大马尾的，最主要是大马尾它比较费头发。我以前的刘海比较少，就是空气刘海，那样子的话就会显得没有头发。有点热呢，这个地方。
这边不好看，哎，这边好看，这边好看一些。好了，我好一下。嗯？但我也就很帅啊。那你朋友有没有去微博也帮我评论一个好帅？嗯，不要了，还是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下微博下线了。现在在化妆间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嗯，也不是，嗯，哦，我明天如果抢到票的话。就明天回去，30号有拉票公演，想看的话可以看我30号的拉票公演哦。然后如果明天抢不到高铁票的话，那我就，花高价买机票吧，总不能不拉票。公司放假不敢出门，注意安全啊！你们都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高铁8个小时，但是我要尽早回去。什么不把门关起来吗？它关不起来啊。嗯，晚上好。我也很喜欢这个 tracker，但是他们就今天有好几个人说就是。嗯，然后都表示赞同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很百搭，而且很好看。我戴过很多次了，实际上，而且甚至它丢了之后，我又买了一个，在广州，在中泰，嗯。啊，猫咪会这样戴吗？链接，我应该都是在一家叫那个那一家的那个。就是很便宜，怦然心动好像叫一家淘宝店，30号是三角的，乘风破万是488联合的，还没有开票吗？Tracker，谢谢晚安比心比心，啾啾啾爱你，我么么哒，魏暖品头说9票，祝你。心想事成，所以这个发色还好，今天又拍照了，而且真的好久没有大马尾。那套衣服我也穿了很多次，怎么嘛，猪一样的也是猪啊？谁？你希望你蜕变成大帅哥吗？谢谢 OSA 花妈版为暖瓶投出的99票，祝你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你推永远是金花，你推进圈实现目标。嗯，不想染黑发，我染浅发了，不会再染黑发了。我用护发素或者什么的把这个头发就是弄得浅一点，啊不是，弄得稍微深一点。嗯，哦吼，哦吼，哦呦吼，嗯，我赖皮是第一次吗？要播多久？播到他们击完掌。因为等等他们要下来换衣服了，就不太方便再播了。中泰天气很好。嗯，我一直都赖皮。
那我不知道你要问本人。哎呀，我最近皮肤状态真的很差。好吧，不是，你们99票，你们觉得用钱、用投票就能让我违背自己的心意吗？改变自己吗？违背自己的初衷，丧失自己的原则吗？什么刺激的食物？没有，可能就是最近。睡觉不觉，就是作息可能不太好，有一点失调，多少果断点。9票是不行的，99票也是不行的。是真睡觉，但是睡不够一。应该不是熬夜问题，是吗？对呀，可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床单也换了。那过敏应该是全脸过敏。你们试试。你们都投一遍试试看，我会不会叫？乘风破浪是，中泰的小偶像，只要收到过一次，9999票，就可以拥有一次乘风破浪的，就是特殊表演的机会。说你们走吗？走去哪？就是，明明就是公主，花木兰公主，台风天还是不要捡垃圾了，送外卖比较赚钱。算了，你们还是别去送外卖了，现在台风天很危险，要是把你们吹跑了，吹到别人那里，别人的怀里，这该怎么办？哦。好油啊！救命！这个帅吗？很性感。顺丰好送一点。那如果是逆风呢？对，今天有点问题，我觉得，所以不一定是熬夜，那还有什么因素？这个应该放这个位置吗？不，这个位置，感觉可以再紧一点，但是跳舞的话就不行。逆风就不送，但是逆风如果翻倍呢？花妈都说帅，你自己说性感，那还能是花妈吗？花妈说我帅，那是在骂我。还能省好几餐喝水的喝饱，幽默。那我以前也吃辛辣的食物。真的很油麦，怎么克不了啊？
你可能对帅有什么误解？帅它是一个非常，它是一个夸赞人的词，它是用在我的身上，它就是一个骂人的词。但是扣半天扣不上，不是很傻吗？还有可能生理因素就是。不来自外界，但是你体内，对啊，就是我体内出问题了吧？最近我现在身上都是膏药，就是我背后全是膏药。晚上好。怎么扎个马尾就不认识？对，安可了，可能谢谢夸奖。嗯，当然不是，是找那背部我肯定贴不到，我都是找小伙伴帮忙贴的。胸口前面的就自己贴了。Goodbye。最近这两天都特别痛，嗯，这两天都在贴膏药，但是膏药已经用完了。嗯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感觉在骂我，说我快成水桶了。谢谢巧克力，怎么扣不过呢？可爱，谢谢夸奖。不播了，今天可能看看情况，我要收拾一下行李，然后加上，嗯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。对，因为还是松了，我不敢针灸。嗯，不一定有时间去看。总选之后吧，封面不错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一天没关注我房间了，也没有看我的微博。我怕针灸，我这里又多了好多库存。嗯？也会影响。下颚线是这个地方。不管会不会发，先谢谢了，谢谢了，记得一定要发哦。好，谢谢大家的九票，谢谢大家99票，谢谢大家的999票，谢谢大家9999票，谢谢大家，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获奖感言了，谢谢大家。我没有想，你们怎么这么讨厌？我说了要33名。我不要32名，这不是16号位吗？不过没有关系，这一切都是我们应得的。我在上海。我们走到今天的这一步，无论接下来在哪里，都是我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上来谢谢大家的每一票。让我不放弃。嗯。真的，大家的每一票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太惊讶了，可能万一真的只差一两票了。
好了，不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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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好痛啊！这个，哇哦，你们搞得我好心动啊，好想给自己去对戒啊！谢谢玫瑰花，谢谢夸奖哟。这首我会跳，其实我会跳的不太多。变成了一个一个一个，再变成星星星星。什么算什么算什么？这是最后一首歌吗？如果其实如果能坐高铁的话，我能在高铁上语音感谢，不过可能会有一点声音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这样子。问什么？哇哦，什么？我抢到票了，我就去啊！停没停，肯定是到那里了，他会说的嘛。如果他停了的话，肯定不卖票了。对呀，不过我连票都没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对推荐的支持。加油哦！晚一天回去啊，晚一天回去真的没时间了，三天。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啊，手机累了。但是也没停，他停了我也走不了。在我面前，舞台是第一，一直都是，一直播年度合作最佳合作奖，啊，居然还有一直播的奖。我已经在抢了，一直没抢到呢。我在想要不要买个 VIP，VIP 多少钱？如果不超过100块，不是我还是买的。你们觉得呢？今天是不是有周报？抢票的，去哪儿的？为什么有周报？今天握手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没有周报，为什么有周？好吧，有周报也好一点。官方候补，123，123-06吗？
我吗？宝贝们，我们还在圈内，虽然退了一点点，但是还在板上就可以了。谢谢，我们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！讨厌，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好怕面对啊，因为我感觉就是豪哥了之后，因为大家在豪哥给我投了很多，没事，王艳萍，男儿有泪，女儿有泪不轻弹。女儿有泪不轻弹，女儿有泪不轻弹。我是花木兰，真的很谢谢大家，真的，我。就是很害怕，你还有房啊？很害怕就是周报，对，因为之前豪哥的时候大家投了很多，我知道。我不是，是花木兰，是花木兰。花木兰。哇，这有好多好酷的东西哦！请问这个戒指的设计是怎么戴的？你在这里直播对戒吗？谢谢，谢谢大家对对戒的支持。接下来我们还有，就是还有很长的照耀打哦，一定要笑到最后。我们要朝着我们目标前进，我们的目标是。跟我一起刷起来，33名，33名有几秒钟的发言词，站得高，哪里站得高了？名次互换了，我是谁名次互换了？你说这次周报吗？哦，上次46是小晴吗？恭喜小晴啊！今天小晴可伤心了，心疼死妈妈了。哦，不行，我才不要当妈妈，
心疼死姐姐喽。嗯？嗯？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，我希望我在拉票的时候不要哭。你要晚安啦，谢谢我们023大科学家。这段时间你就是这个周报啊，这个周报，谢谢我46名的这个成绩，你的贡献非常之大，谢谢你们吧。非常之大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下厨，不要这样子，不想哭，哭了的话肯定。好吧，就真的希望自己不要哭。希望下一次哭是在。我拿到奖杯的时候，总选舞台的时候，总选我会站到舞台至少，那个队伍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会走一次，队伍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走一次，表演的时候我会走一次。这都有2次呢，拿不准还能发言，那还有一次，那一定是拿到奖杯才能哭。对吧？准确一点，其实我很多时候不想哭的，我现在也没有哭了，我现在很少哭了，那些。我觉得那些人就是看到自己，那些人就是有些人，他心里面是什么样的，他就会把别人想成什么样的，他心里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，那你在他的心里面的世界也就是那个样子的，他心里面不会有好人。嗯，确实瘦了一点，那么累，压力那么大，能不瘦吗？就是，就不会有好人。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。就没见过比我还那么好，比我还好色。嗯，哦，谢谢你，你不是晚安，哦，晚安是你晚上好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晚安是你晚上好的意思。谢谢023大科学家，我有那批都是99票，祝你心想事成，善有善报，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不到2天，谢谢你，谢谢023大科学家为暖瓶投出了99票，祝你美美满满10全10美，6六大顺5福临门。对，我在后台，你们都很熟悉了，
杨哥，你不会是杨丞琳的哥哥吧？就是这样了，可是我真的很讨厌那一些造谣的，真的很想一拳把他们打飞了。他们凭什么这么说？那造谣全凭一张嘴，啊不，一双手。祝他们的人生发烂发臭。真的发烂发臭，我真的很无语。不是你们知道吗？很多时候，我知道谣言止于智者，但是确实有的时候，我以前也感受到了，就是很早很早之前，很多时候我尝试去沟通一些什么队伍的事情，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时候，都很没有底气去争取什么。对，而且三人成虎，真的很可怕，这些事情。真的，三人成虎这件事情真的，但是，算了，我们不说这件事情。那也不是，有些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问题，但是跟小偶像是没有关系的。谢谢一个大美女为暖瓶的桌酒票，祝你天天开心。对，我还是希望所有的小偶像都能心想事成，所有的努力都有收获。好，到时候就合呗。那我总不能不拉票。对了，我的意思就是，粉丝之间的事情是粉丝之间的，包括我自己家粉丝之间是自己家粉丝之间的事情，跟我本人也没有关系。粉丝和粉丝之间的争斗就不要上升小偶像。你这个粉丝讨厌我这边的粉丝，那不能影响到我和那个小偶像之间的关系，那我和那个小偶像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够影响你们两家粉丝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还有最重要一点是，我的粉丝啊，你爱单玩单玩，爱群聊群聊，这些都没有关系，他做的事情跟我也没有。虽然说饭随偶像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，毕竟我现在还是有点穷。对，虽然很难不影响，但是我们经常三人成虎，洗脑洗脑。在我们心中多树立这样的一个理念，别让我们不管。那确实是，那我们就骂他就好。就我从来也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在后台。不管，哎，我要下播了。
很果断，拜拜，因为他们都下来了，在累的时候，就是他们也不知道我在直播，拜拜。